爹不敌受惊，一应变性金牛。哦，哦，阿爹，哦，哦，哦，我就知影你会当将囡仔救回来，但这个囡仔不能一直在胡启斌身边，因为伊身份。伊招了无穷杀机，武器兵无法保护伊。我想带伊往时间城，伊个地方比较安全。我唔知武器兵是唔是听答应。随我讲伊个足迹，说服伊个阿爹。阿爹，我想甲高头阿叔到时间城算，可能比离开你一段时间，你会当答应吗？是我害你。阿爹，这不是随我意思，我只是希望咱两个拢会当平平安安过了这个风头，随我就会回来找阿爹你了，可以吗？阿姊，爱你随我而安。阿爹，卖平平安安，如果在你身边，你会好好照顾自己，知吗？阿爹，你别担心啦，我不用多久就会回来看你了。随我好多事，我以后的囡仔嘛要像你的囡仔比较像我。为什么？这段时间不如你来学堂这边上课好了，连春老师会好好照顾你。老师，我的阿爹会使带我来这上课吗？我知影你的意思，我会好好照顾你阿爹。